哇，今天我们的台上真的是男神女神一片啊！来来来，各位中间请，中间请。好，各位站定之后呢，我们先请各位粉丝朋友以及现场的媒体朋友拿起你们的相机，给你们拍照十秒钟。来，十秒钟倒计时，十、九、八、七、六、五、四、三、二、一。好，谢谢，谢谢。请。王小晨，今天粉丝也在是不是？你们尖叫声在哪里？哇！来介绍一下自己在剧中的角色。大家好，我是王小晨。很开心今天见到大家。我在我的男神当中扮演杨海一，这是一个非常对爱情纯粹、简单的女孩。她是一个富家千金，后来经历了一些挫折之后，变成了一个平民的公主。在这个戏当中，我有两段感情。第一段是跟我们中国的男神张南风先生，后来他把我深深的伤害了，于是我就遇到了非常暖的韩国欧巴。这个女孩是非常幸运的，有那么多人去爱她。希望大家能够支持我的男神，谢谢大家。好，谢谢。那接下来王小晨。聊一下挑战一下。对，你已经忘了我的问题了是不是？就是在剧中有没有自己觉得特别挑战的地方？我记得书中写了一句话，就是当你看到生活的真相之后，仍然能够热爱生活。我记得杨海一他身上有这样的能力，可是我们每个人身上有没有这样的能力？就是面对巨大的挫折的时候，我们能够坚强勇敢地去面对生活，面对爱自己的人，面对这场灾难给自己所带来的一切。我其实在演每一个人物当中，角色当中，我都在角色当中成长。我必须相信他，并且从他身上找到一定的魅力，这些我要吸收给我自己，所以这个对于我来讲也是一个挑战。另外一个挑战，我觉得我在这个团队里面有点像外国人，因为有的时候一场戏里面有我爸的韩语，有毕哥的广东话，我真的有点晕。但是我会说服自己去相信，我听得懂，也包括我爸经常对我力量，他说你要相信你听得懂。我那时候非常非常理解他，并且看到他这么阳光，哎，给予我力量，发现我们真的是应该互相就听得懂的，因为艺术是相通的，就相当于我们会喜欢莫扎特，我们会喜欢肖邦，会喜欢毕加索的画一样，我们能在这个团队，不管不同的国度、不同的国家、不同的语言，但是我们在创作一个艺术性的东西，这是一种缘分。也是一份珍贵的礼物，我们会把这份礼物送给所有的观众朋友们，谢谢。谢谢谢谢。哎呀，艺术是相通的，会让长得帅一定就是听得懂，是不是？啊，我们说说要求啊。对，池昌旭以暖男的形象对一见钟情的王巧晨示好，然后再以高冷的王子的形象讨好一见钟情的张灵芝。是的，然后这两个女生同时表现出对她的爱慕，以及对这两个女生之间互相之间的不爽，这是一个复杂的三角恋的关系啊。对，就是这么说，她对你是以暖男的形象示好，对你是以非常非常的这个高冷的感觉，你们俩又都特别喜欢他，你们俩又要争一个高下，好不好？这个剧情比较狗血啊！把欧巴就这么撂在边上啊！来来来来来，이렇게好，我们先是제가투여자버림받았습니다。我被两个女生踹了。没事，由我的来帮我回来。回来，什么事你都要上去一下。真是这样，先对我们的小陈展示一下咱们就是韩国欧巴的暖男的感觉。他笑场了。没事，别急，
找一下这感觉，对他说我爱你，我爱你。要干啥呀？哎呀妈，东北女生又出来了。 OK OK 啊，干啥呢？干啥呢？好好好，谢谢。来，我们第二位，可以，这是高冷的感觉，对吧？感觉。哎，他对着两个女汉子。这是啥呢？他问你瞅啥呢？瞅你呢？干啥？瞅你呢？我爱你。这俩要黄了，这个是很典型的韩剧当中的桥段的，就是男生看女生说：“干什么啊？干什么啊？我爱你。”哦，这好典型啊！然后他们就继续发展了、啊，然后就是什么车祸、癌症什么都出来了，是不是？这是韩剧桥段，好不好？好，谢谢，谢谢，谢谢。好，我对男人的感觉是他的内涵要比他的外表更加重要。第一要有担当，第二要暖，第三要孝敬。觉得有这三点，每个人都是男神。好，谢谢。最近出席的活动有点多，每一次都问我喜欢中国的男神还是韩国的欧巴。这个问题真的很难。我觉得中国男神有中国男神的美丽，韩国欧巴有韩国欧巴的美，就是不同的菜，就看你想吃哪一口。看今天当哪个牌子的，这说话是不同的菜。OK， 好，谢谢。